收看最新一期的中些有关于这个河南的现在银行发生挤兑的现象，还有公务员可能会降薪，到底会怎么一回事？第三个议题谈到 G7 啊，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案出来，到底怎么样来对抗这个一带一路？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底又有什么动作？今天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各地啊，我们书记忙着吹捧这个习近平，然后新任的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呢，大刀在手啊，这个可能要展开一些手段来整治网军。但是习近平呢，这个中共的媒体呢，又一直希望呢，全国征询大家的意见啊，希望能够提供这个习近平提供党呢有关于二十大建言。一方面要整治网军，一方面又要提供建言，而且要具名与报、具名以实来报告说你是哪个单位，你是哪里来，到底是这是854万条的这个建议，习近平能够采纳多少，到底哪些是真实性的啊？很多人在传说习近平过去这段时间来跟李克强之间的关系，还有到底反习的声量，还有哪些招数可以用啊？这个小妹子，你可不可以先来谈一下？我们一直在讲反习的声浪，然后他跟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中国研究院在几个节目里面，我们也探讨过这样一个反习声浪。你觉得刚才提到的书记在吹捧这个习近平，王晓红怎么样整治网军，又怎么样来帮助习近平稳住二十大？好的，我先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反习声浪。这个反习声浪呢，应该存在，但是不存在在中共内部，而存在在中共之外，主要存在在海外。那么在国内的话呢，反习只是民间的这种百姓内心的一些想法，是不可能公开表达的。公开表达的话，那随时都可能被把你抓进监狱。比方说最著名的啊，这个许志勇博士很客气的请习近平，您赶快下台吧，你确实不具备这个能力做总书记，做国家领导人。那么最近许志勇先生被秘密审判啊，那么还有许章润教授抨击过习近平，结果呢虽然没被抓进监狱，但是也受到了特殊的这种对待啊。其他的我们在国内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公开的敢于批判习近平、质疑习近平的这种声音的，是很难看到的。至于民间这种这种影射或者是这种挖苦，这个当然比较常见，比如骂点猪头啊、包子之类的这种话，那么这个在国内网民中比较普及、比较普遍。但是呢，这一般都没有，不会上升到这种政治层面啊，就是说从政治上来批判习近平啊，这个在国内基本上看不到的。那我们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海外的舆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共党内的斗争，很难说啊。某一个传言，什么习近平下李克上、李克强上，这种传言就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斗争，这个毫无根据嘛？这种证据根本就缺乏这种说服力嘛？这种证据怎么能够证明它是和党内有关系呢？完全不能证明，而且很多事实已经证明这类传言荒诞不经，哎，这个完全不合逻辑。所以这个传言本身技术含量很低，漏洞百出，而且完全不合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的这种基本常识和逻辑。但是呢，它却
得到了海外的一些媒体的这种推波助澜鼓噪，所以呢啊形成了一点这种舆论上的这种声浪。但这个声浪我个人判断，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一部分人的这种想法，救中共，让海外人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好像中共内部还存在一个啊想改正习近平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力量，因此呢让海外人有些认识到，或者说让海外人误解啊中共是不是还有希望。这是我对这类传言的最大的一种猜测和担心啊。如果不是这样更好，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批判这种传言。这种传言对于啊普通的对中国民众来讲有害无益，这种传言不会对中共起到任何瓦解作用，只能会欺骗百姓，欺骗民众。所以这种传言我认为是必须需要揭穿的。我对这传言非常的不满啊，也不非常不屑。那么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些年近十年时间已经展露无遗了。李克强特别是从十九大之后基本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到外地视察，国内的媒体官方媒体几乎不加报道，李克强只能啊在他自己的这种国务院的这种网站上啊披露自己的信息，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都不做报道。而且李克强到外地去视察，所有的视频资料都是用手机拍摄的，连一个专业记者、摄像记者都没有。李克强就这样的地位，他怎么能够有和习近平抗衡的力量呢？根本不具备这个实力嘛。李克强也没有这种胆量，如果有的话何至于熬到今天呢，出现这种局面呢？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这种关系被外界一些人有意的夸大。这个政治人物第一个需要的是他的这种政治权力基础，李克强和习近平抗衡，他凭什么呢？在政治局常委里边他有第二个盟友吗？在政治局里边他有盟友吗？在中共的高层省委书记这一层他有盟友吗？那么李克强他凭什么去跟习近平抗衡呢？啊，凭几个退休的元老，这不是开玩笑吗？退休元老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能力？所以这类传言违背基本的政治常识。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对赵紫阳、对胡耀邦施展影响力，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这是赵紫阳公开宣布承认的事实，这也是胡耀邦公开宣布承认的事实。胡耀邦公开对外说过啊，邓小平是中共真正的那个最高领导人，这是外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你们不要吹捧我。胡耀邦公开这么宣布过。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候也公开的向全世界表示，你和邓小平的会晤就是最高领导人间的会晤，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邓小平并不是因为退休的元老来干政，而是实质上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被最高总书记公开承认的最高领导人。今天的江泽民有这个实力吗？有这个影响力吗？哪个人承认过江泽民是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没有嘛，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嘛。胡锦涛也不会承认，习近平更不会承认。那么江泽民不行，宋平就行吗？
宋平提拔起来的胡锦涛，提拔起来的温家宝，这两个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宋平敢说什么？这不是胡说八道的事情吗？宋平的政治影响力不就是通过胡锦涛、温家宝来实现的吗？如果温家宝、胡锦涛都不敢说话，宋平怎么敢说话呢？这不都是，就这些谣言有被最基本的常识和最基本的逻辑，所以这种传言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价值，除了欺骗愚弄百姓之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可谈。我对这个传言深恶痛绝。好，谢谢。哦，谢谢小明师兄。我接下来想向请教这个陈教授啊，从四月中旬啊，四月十七号，广西这个书记这个刘凌啊，率先表态二十中，率先表态习近平之后啊，昨天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之前的这个李强，当然还有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还有广东，还有重庆的陈敏尔。还有之前有媒体统计过，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有大概有九个很重要的这个省委书记的表态，这个习核心、习领袖表态二十大。你觉得这股这样，为什么以往有别十八大跟十九大，为什么这个二十大这些书记忙着表态来效忠这个习近平？二十大意义非同凡响啊，这主要是习近平。他要第三度连任，打破惯例，而且是权力呢登上高峰啊。那么这是一个突破既有制度的一个做法，因此呢需要宣传来造势啊。那么宣传造势，除了党的宣传机器啊，比如说《人民日报》，他搞了50篇哈哈这个歌颂习近平的文章。那么现在呢，各地的头啊，省长啊，书记啊，还有部门的负责人纷纷表态来歌颂啊，赞扬习近平，而且表态效忠和拥护。那么这就是一个领导人他在登上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宣传造势。那这些官员他利用这个宣传造势也提升自己的身价，或者是确保自己的这个职位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于过去，但是对中共的政治文化来讲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权力的一个分配也有重新部署这样的一个迹象。这权力的一个部署就是要让绝对稳靠的人在未来半年二十大之前确保政治上的安宁不要有任何的差错，或者是这个导弹这个破坏好事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比如说这个公安部长也换人了公安部长过去10年啊可以说是两次的一个洗牌。原来是周永康的一个政法系统全面的掌控的这个公安系统。后来周永康被整肃被法办。那么换上了一个这个孙立军啊。那么孙立军照理来讲这个人啊应该是得到充分的信任。可是呢他也被整肃，他被整肃的这个理由呢并没有具体的贪腐的市政，而是都是政治语言这政治语言呢就表明这是一场政治整肃，要换上他更加信赖的人来掌握所谓的刀把子我们看到这个孙立军被整肃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被扣上的罪名呢，就是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机观极度扭曲，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散布啊，制造啊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啊！哎呦，这说他是这个啊，弄权啊啊，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啊，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啊，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恣意妄为，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擅离职守，私藏大量涉密材料，长期搞迷信活动，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那么像这些这个讲他的罪名都是一个政治语言，所以这是一种对他不再信任的一种政治整肃。那么现在换上来的公安部长这个是习近平30年前在福州市当市长的时候，就是他的部署那么这个人呢，一路这个平顺的升迁那么现在终于担任了公安部长。中共的公安部长权力非常大，他本身是国务委员国务委员而且是港澳办的这个参与者。所以这个公安部长在中共的体制里头地位非常高，权力非常大中共关于权力有两种 说法，一种是枪杆子出政权这就是枪杆子。那么一个是刀把子维护政权。那么枪杆子出政权这个是不仅仅是当年把国民党这个打败让他退出中国大陆靠着枪杆子。那中共的领导人也一直在掌握着枪杆子，因为这个是保命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要件。所以你看这个邓小平，刚刚这个小明先生讲到他为什么是中共实质领导人，因为他不是国家主席，他又不是党的总书记，但是呢他是军委主席，他一直都担任军委主席，一直到90年之后才退下来那么他的权力来源就是军委主席。那么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卸任之后，他还继续担任军委主席2年这2年等于是这个讲他对这个新的总书记这个什么扶上马送一程胡锦涛其实是心里是很不爽的因为这个权力大权被分割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当然他是大军权呢牢牢的握住，因为军中经过很多次的整肃任命新的这个负责人，他已经牢牢掌握军权。那么至于这个刀把子就是政法系统，那么也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维护政治权力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当然是在权力斗争的过程里头它非常关键，能够这个侦防这个任何的政治人物乃至于社会的动态作为它维护权力一个根本的工具跟靠山所以现在这个公安部长换上这个习近平最亲近的人马，也表示他要牢牢掌握这个刀把子这刀把子呢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权力系统中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因此这个在20大之前呢他掌握这个进一步掌控这个刀把子，就是确保权力不受挑战，内部的权力保持稳定状态，那么这样子他就可以顺利登上20大的一个第三任3连霸的一个这个位置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看到最近无论是舆论上的造势，或者是
这个权力关键性位置的掌控，那么习近平都在为二十大做部署。没错，这个刚才陈教授讲的没错。小文之前刚才陈教授提到了，二十大是习近平要打破惯例啊，第三任这个担任总书记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会啊。不过提到王晓红啊，那当然在这个节骨眼接上这么样一个拥有所谓兵权，那个兵权我讲的不是军权啊，拥有兵权的一个单位，一个实质有影响力的单位，这个一个人物啊，他最近呢在网军上从现在开始为期半年，我们现在大概预估二十大大概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现在时间还不定啊，北戴河会议大概可能很快就登场。这半年的网军治理跟最近的所谓的央视、人民日报跟这个新华社有关于这个在网络空间广纳各界的这个建议，提供习近平，你觉得这之间到底他们在想什么？王晓红想要做什么事情？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网络空间对于中共来讲，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对他们俩是一个挑战，因为在现实空间里边，你很难看到几百个人能够聚会的这种情况，这个很快就被粉碎了，被镇压了。但是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有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人聚集，那这个对中共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问题很难，这个问题他没办法解决，毕竟人在就是说自然空间里边的这个聚集难度大得多，比方说广州到上海，那这个就很难办。但是在网络上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网络上这种空间的这种聚集上，这会非常形成很大的这种势力。比方说有一条传言出来，可能迅速就有几千万人、几亿人浏览，几百万、几千万人留言。那这个对于中共控制网络来讲，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毕竟你一条一条的留言去删，一个一个的去屏蔽，那这个工作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漏网之鱼啊，比方说很多共产党不太喜欢听的话就出来了，那么他并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给消弭掉的，这个很难。所以呢，这里边习近平啊征求意见，这当然是呼吁百姓劝进嘛，哎，知道民意啊，百姓希望他能够第三个任期，希望如何？我想他需要知道这种舆论出来。而以前很早以前我就做过一个判断，很有可能在十九届七中全会上会做一个决议，正式向习近平劝进。啊，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强烈建议，或者说强烈请求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担任总书记。我想啊，中共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很有可能会出台这么一个决议，因为他总要从形式上解释一下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打破既往的惯例。这个形成一个，既然胡锦涛当总书记，他到日本的时候告诉别人不是我要当，是人家选我做总书记，是人家选我做国家主席，不是我要做的。习近平也会走这么一个程序啊，不是我习近平非要做第三任总书记的，是党啊，他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得做，我不能不服从党的决议。我想习近平会搞这么一手，当然这个民意也需要啊，需要老百姓，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劝我啊，你不做总书记中国会陷入黑暗的啊，习近平不出来万古如长夜，那这个肯定会有这么一个劝进。当然王晓红也得下力量防止这种出来这种反对的声浪出来，万一有一个什么人出来一下子传出来几千万几亿人都喊骂，那都喊杀，那习近平会非常难堪的。我想这个肯定的会要从根源上防范这个。官方宣布啊，王晓红要搞网络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震慑，提前告诉你们我准备杀人了，
我准备抓人了，你往外跳，好，你就准备着。他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恐吓啊，提前发布告，提前发声明。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啊，我估计就什么这个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吧，这是我对他这个分析和判断。谢谢。嗯，陈教授，你长期在媒体哈，对媒体生态非常了解，大陆的网络空间是限制的哈。在二十大，在习近平，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网络治军，王晓想要做的事情，你觉得二十大中共或习近平希望在网络的空间或要想要形塑什么样一个氛围，他又能做得到那个氛围是对他有利的吗？中共对于这个传播系统的控制可以说是天罗地网啊。这天罗地网呢啊，原先呢在所谓传统媒体啊，无论是报纸、电视、广播、杂志、出版，这完全是国家啊、政党或政府才能够啊经营这些媒体。这原来在传统媒体啊上面，它就是已经啊这个牢牢的掌控在手上。那么现在各种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出来之后，那么它的这个管控能力是受到很大的挑战。可是他所部署的来监控这些网络媒体的这个啊蚂蚁雄兵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一条这个他不愿意看到贴文啊很快就会被拿下。那么网络上无论是社交媒体经营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啊贴文的一个控制啊，那么他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层层的个机关，众多的人马来监控啊。那么所以说今天它是一种科技的集权主义啊，它传统的集权主义没有那么大的科技啊这个设施和这个技术来掌控，那么现在它有非常强大的科技力量的支持啊，让它对所有各种形态媒体的一个控制，各种发言的一个掌控都到了啊滴水不漏啊，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程度。那么偶尔有一些啊这个出格的言论出现，那么一经发现他也是立即去啊这个给他这个消灭啊。所以今天中共他在网络控制上的一个能力啊，是全球的政府都望尘莫及的，所以很多国家都要控制网络的一个内容都要向中共来学习，因为它的设备它的技巧实在是太高超了。那么现在这个二十大即将到来，它当然一方面希望不要有任何反对的声浪出现啊，不要有这个所谓出格的言论出现啊，另外一方面当然希望能够涌现大量的支持拥护的声音啊，所以最近以来对于网络的控制比以前更加的严密啊，对于网络言论的引导比以前更加的着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在二十大的这个前夕，是中共它的对于言论的掌控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也是它这个把它这方面的一个看家本领啊都使出来了啊，所以说他希望啊二十大能够顺顺利利啊的一个召开，然后平平顺顺的把他送上三连霸的位置。好，这个二十大即将到来啊，这个动作频频，不管人事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文宣系统啊，还有各中共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实际掌握的人物的一些效忠表态、吹捧，不管拍马屁也好，动作很多。我们在中国研究院会持续来观察二十大，因为毕竟就刚才陈教授所提的，二十大很重要啊，也相较于以往十八、十九甚至十七都更重要。我们会继续来观察有关于二十大的动态。另外，我们把这个焦点的议题呢，前到第二个议题，这个。二十大快要登场之后，大家现在焦点放在二十大，反而疫情的防控啦，整个中国大陆疫情反而比较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啊。不过最近啊，江苏跟浙江跟上海，尤其在网络上传出很多成立所谓降薪办公室，就薪水被
薪水要减少，研究怎么样能够降薪的办公室，那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很多中国大陆这个公务体系啊，党务体系啊，这个是很庞大的。那如果要降薪的话，牵连很广，除了基本薪水被降之外，连听说连绩效奖金，甚至连补贴啊，或是一些都要被取消。这样一个影响啊，在二十大来之前会不会有维和的作用？还有荷兰爆发了这个银行可能大家想领钱，存的钱自己存的钱领不出来，开放一下线上交易十五分钟，马上就被提领关，又马上关闭啊。这个陈教授，你怎么样看待大陆现在可能传出网络上传出来，浙江、上海都是非常富裕的地方，公务员素质最高的地方，传出所谓降薪的风波？这降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最多的可以降到40%。那么降20-30%的很普遍，因为这个中共的地方政府啊，它现在是财务啊都非常的吃紧。那么吃紧的原因大概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房地产不景气，它的征税啊真的有限了，因为房地产被打压啊，所以房地产的交易啊这个不热络。不热络就影响他的税收，也影响到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啊，因为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这个财政的来源呢，就是出售土地。那么现在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之后，地方政府他从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财务来源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第二个啊原因呢，就是新冠病毒的防抗。花了很多很多的经费啊，那么特别是动不动就哎核酸检测啊，一个人啊可能一下一个礼拜检测4次啊，那么像上海，他这个闭关2个月，那么被检测几十次啊，这些费用从哪里来？这都是大量的政府财政的一个支出，还有上海。这些地方他们在被这个封控期间由政府来供应食物，这食物的钱从哪里来啊？这地方政府他必须负担这些财政啊。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地方政府因为新冠病毒而造成的一个财务负担是加重非常多，而且呢动不动就封城。那么市场的交易受到很大的影响，市场的交易啊，各种货物税啊什么的啊，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影响的啊，还工业生产也受影响，各种这个运输啊，它种种的这个经济的运作啊停摆之后，政府的税收和各种规费的收入都受到影响。那么这两大原因呢，就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而且呢，过去地方政府呢举债非常多啊，很多地方政府他为了搞建设，为了搞基础建设，他拼命的举债，成立各种什么基金会啊，或者成立各种这个协会啊，来作为一个举债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就是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非常的重啊。那么现在举了债又必须还债，又必须付利息啊，所以地方政府普遍的都越来越穷啊。那越来越穷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从自己人下手减薪。本来中共的各级的这个公务员啊，薪水都不是太高的啊，但是薪水基本上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基本工资，第二个是绩效奖金，第三个各种补贴啊。那么基本工资不能够减呢 所以这个各种绩效奖金就减了，补贴就少了。那么所以实质的收入，公务员实质的收入是少20%左右是很普遍的啊。我刚刚讲到上海最多有减少40%的啊，所以这个对于公务员来讲啊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士气上的打击，因为他们在新冠病毒这个不断的出现的期间呢，工作量大量的增加，压力大量的增加，然后呢，随时可能被摘乌纱帽，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去减薪啊，所以对公务员来讲
啊，还有教师啊，教师啊也是被减薪了、啊。教师的待遇本来就不高的，像这个乡下，尤其乡下地区，教师待遇不但不高，而且常常领不到薪水，积欠教师的薪水啊，所以这个5000块以下的啊，教师薪水5000块以下的非常多呀。啊，非常多。那么现在在减薪啊，所以对很多公务员啊，还有教师来讲是承受不起啊，承受不起啊。所以这个对于公教人员的士气会造成啊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啊。那么这个当然啊是一个整个中共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征啊。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就是难以为继，财政无法支撑。所以这个他当然知道啊啊，这让自己人啊利益受损，那是一个啊对整个政府体系的效能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是财政困难啊，不得不如此。好，谢谢陈教授。小文师，你觉得这一波的这个降薪啊或减薪呢、啊，这个幅度有多大？就你的了解观察，那会不会持续扩大？还有就是说。这一波从疫情开始以来，很多人对整个封控的结果很难以接受，是不是会变相或是间接的鼓励很多中国百姓老百姓啊这个移民海外？有一项非正式的统计哈，2019年开始管控香港之后，到2021年，两三年之内，其实香港人真正像九七将回归的移走的不多，但是今年2022年的首季就有将近14万人的香港人移民海外哈。所以你觉得这一波的防控会不会让很多老百姓看出中共的一些作为啊，加上这一波的降薪或者是说有银行的挤兑，会不会让很多人更想要出国？很有可能。这个里边最主要的能出国或者想出国能出国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体制外的这些人有钱的基本上也早就出去了，没钱的想出去现在很难。那么真正现在就是又有钱又有能力的大部分都在体制内，而体制内如果出现这种趋势的话，工资降40%，收入降40%，那对他们来讲那这个打击太大，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收入相对于普通百姓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跟他们自己比，平白无故给减了40%的收入，怎么能接受得了呢？假如他以过去的收入来做预算做支出的话，比方说买了2套房子，每个月的月供20000块钱，突然一下子这20000块没了，那这月供怎么办？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啊。这不，如果这减薪是3个月、2个月结束的问题，那好办了。问题就在于，从现在来看，未来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啊。就习近平再做5年，我估计所有的人，如果这种情况下，恐怕都得破产。那怎么受得了啊？供了2套房，每个月啊月供2-3万，工资一下给减了一半，减了40%，怎么受得了？那这些人肯定得考虑赶紧卖房卖跑路了，否则怎么能过得下去呢？特别是有些人升官又没有前途，就是在那儿熬年头挣点钱自娱自乐一段时间，如果这种日子他图什么呢？那这官做什么意思啊？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我想体制内肯定会有一大批人会想办法跑路，这些人有能量有办法有门路，他们有可能跑路。至于普通的百姓嘛，这个可能性没太大可能性，既没钱又没权又没有门路，吃苦有什么办法，往哪儿跑？所以真正要跑的人，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体制内这帮人，他们过去跟着这体制啊，吃香的喝辣的，至少啊，秃子跟着月太阳转沾点光，现在没有光可沾了，所以
这是个很大的趋势，而且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外界都注意到了，这次减薪减的最厉害的，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因为这些地方的公务员待遇比较高，他们的这种绩效工资呢，给的比较高。至于那些穷地方，过去发工资都困难，他们的绩效工资恐怕就没有，或者微不足道，所以他们这儿的话呢，就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比方说一些中国的一些基础的县，可以说那个地方能把工资按时给你发了，那就已经烧高香了，那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很多县现在工资发不出来，因为什么？很多县里边，刚才陈教授谈到的这个，很多县现在他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还银行利息的，他们欠的债，前几任借的债太多，财政收入的70%-80%都去还债了，所以很多地方教师拖欠工资那是很平常的事儿，这是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解决了的问题。至于公务员拖欠工资，那现在也很平常了。至于什么下边的什么乡了镇了，那个更难说了。那一般的公务员能拿到工资就很不错了，谈不上什么绩效工资、奖金了、补贴了，根本就谈不上。所以现在中国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严重在这些带动中国整个国家经济往前走的这些动力部分的省份，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他们这儿实际上财政已经崩溃了，哎，根本就没办法。如果说连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说，公务员的正常收入都不能保证的话，你想他有什么钱来保证搞教育呢？他有什么钱？你想财政局的财政处长，他自己要减40%的工资，他哪有钱会给教师、给教育局长发工资？他哪有钱给事业单位发工资？财政局自己没钱花，他会有钱给别的地方吗？这不是很简单道理吗？所以，中共这个体制里边，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是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教师，比方在县里边，教师是县财政里最大的一笔开支，人数最多。那么，如果县里边的科长、处长都没工资发了，那教师还有工资吗？那肯定完蛋了。中国政府的规定是什么？教师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是绝对不可能让你高于公务员的。公务员没收入了，教师就更没收入。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说教师的薪资是不低于公务员，国家规定不低于公务员，但是绝对没有允许你高于公务员。如果公务员的工资都没有了，教师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政策是公开的嘛，不高于公务员嘛。哎，你怎么看？我了解你对大陆高校非常了解啊。现在这个今年现在是6月份啊，刚刚离歌刚奏完，千万个高校生刚毕业。但碰到这个经济下行，刚才这个陈教授也提到，现在薪水各个地方的公务体系要薪水减半，教师体系那么庞大，公务体系那么庞大，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的经济下行以及这一波的疫情，会不会让整个的体系呢进行一番的这个变动？这个变动有没有可能说未来的公务体系的能够容纳、能够吸纳的人会越来越少，或者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因为现在中国民间企业蛮发达的。没办法再吸收更好的人才进来。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公务员的这种膨胀是很难遏制的，因为这个现在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出路，唯一的就是削尖了脑袋钻进这种公务员或者这种事业单位。那么就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公务员这个人数的膨胀是很难遏制。但是呢，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刚才陈教授谈到的，现在财政崩溃了，财政没办法支撑，所以只好降薪。这个降薪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一批比方说
有相当的实力，有相当的门道的人可能跑掉，因为这些人他们比方说对于未来的趋势看得很明白，他们也有门路有办法跑出去，这批人肯定 会跑了，因为对他们来讲留在这个地方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没好处，而且风险还很大。但是呢，就整体来讲，公务员依然还是中国这种精英阶层最受吸引的岗位，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在其他地方更辛苦更危险，但是也未必收入更高，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办。嗯，陈教授，你觉得这一波如果想要出去的人会不会蛮多的？依照您的观察，那是不是香港的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来看，从这边可以细致来看一下，预判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香港最近几年了，移民出去的人非常多啊，当然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这个从长计议，做各方面的安排，比如说到哪个国家去啊，用什么身份呢、啊？住在什么地方啊？工作如何啊？这个子女的教育如何啊？这个是不是先生先留在香港继续赚钱，太太带小孩出去先去适应呢？这种种的这个。移民的事情啊，非常繁杂，而且需要做具体的安排。所以，什么反修例运动啊，这个开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想香港是不是很多人会移民出去？当时呢，这个现象并不普遍。那么，只有涉案或者可能涉案的人士，他想办法出去怕被起诉啊，怕去坐牢啊，出去。可是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在安排这个移民这移民的安排可能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香港人他已经安排妥当开始移民出去那么各行各业只要是对于香港的目前的管制方式不满意，或者是担心香港的未来经济发展，或者不愿意让子女在这个环境中这个受教育，然后这个过生活的人，他们都安排了这移民那么所以移民的风潮呢是持续不断，而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具体落实实现移民的梦想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么在中国大陆亦乎如此移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真正有能力移民的是几种人，第一个是贪官那么这贪官呢这个移民非常非常多呀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他是台湾人移民出去很久了他住在很高档的这个社区小区。我就问他，那你们这个社区很舒服吧？他说不舒服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太多工程师了。我说工程师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工程师就是把公家的资源资产变成私人的变成私人的，这叫工程师。所以他每天举目所见都是那些工程师，所以他看很不顺眼这第一个就是这个贪官呢移民比较多。第二个当然就是经济上这个获得良好收入存的很多的钱的人所以这个企业界这老板呢这移民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即使不完全移民，至少他先弄个身份买栋房子子女呢先送出去自己在国内继续赚，这种企业界的人士这种移民的情况也非常的多。另外当然就是到国外念书的人他念完书他可以找到当地的工作，那就设法移民真正回国的人可能很多呢是在国外待不下去，没办法取得身份，或者没有良好的这个经济收入能力的人他才回国当然我们不排除很多回国人看到中国大陆
这个各种机会不错啊，发财的机会很好，所以回国当然是有，但是很多呢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在国外安顿下来才回国的。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移民的这个动向持续不断无论是贪官或者是这个有钱的人呢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士，那么移民的趋势都是没有停歇下来。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对于人才的一个反淘汰那么在台湾过去也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优秀的人一出国就不回来了好像是二三流的人才回来或者在留在台湾，但后来这个经济发展之后各种机会多了那么工资待遇提升了或者是生活品质改善了慢慢回来的人就多了。所以像台湾过去30年，那么很多经济上的一个利益的创造者他本身就是留学生然后回国的像张忠谋他是这个在美国这个德州电子当高干，德州仪器德州仪器挖角回来像这些人他是优秀的人才然后回国贡献然后创造了经济上的一个成就那么这样的人呢中国大陆当然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像美国现在对于所谓高科技人才这个防范的非常严重你是中国大陆来的他就想你是不是来偷技术你是不是来这个学习然后你回去贡献像这种人才回流的情况也慢慢的这个普遍起来尤其这个特朗普担任总统胡整乱整中国的留学生科技研究人员之后这种情况也比较多。但是整个社会期望移民的人还是非常多。好，谢谢。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发生像89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一批所谓的政治因素的这个移民，或者是90年代整个国家富有之后的移民，甚至2011年这个北京奥运跟这个上海世博会之后的大批很富裕的人移民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移民跟这个所谓的最近中国大陆风控的情形我们看看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很更具体的关联性，我们在中国研究里面会来讨论哈。那今天最后呢，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这两天讲了三个重点，他希望西方继续给予乌克兰支援，因为如果再不支援军资大概秋天就用尽了，那他希望整个战事能够在今年年底能够结束，那他当然也希望这个目前的所谓的跟俄罗斯之间谈判的条件还不够成熟。那七大工业国 G7 刚刚现在在德国开会，美国总统拜登把他之前提出来的建立更美好的未来更稍微具体化了一点，提出所谓全球基建建设和投资伙伴关系，那希望在5年之内在全球在西方世界筹资6000亿美元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增加影响力，那当然获得 G7 很多国家的这种反响跟支持那到底这个 G7 这个所谓的西方工业国那么富有的国家，它的这样的6000亿的资金从哪边来，它怎么样来运作，目前一带一路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受惠，当然很多发生很多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外交的这个经济跟社会上的压力跟依赖中国的压力。小明之心，你怎么样来看待泽连斯基提到的希望战事在今年年底能够结束，能不能够结束呢？你从欧洲的观点来观察它。我觉得并不这么容易，从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呢有这种长期化的趋势，就是说除非一方做出重大的战略上的让步，或者说战略上的妥协，才有可能结束战争。否则的话，单单凭军事这种对抗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到这场战争结束的可能。第一个，目前乌克兰的这种整体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压倒俄罗斯。这场战争，一场战争嘛，它不是一两件武器的这种对抗，而是两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抗，
是整个的两个军事体系的对抗。那么就整个的军事体系来讲，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比方说乌克兰没有空军，那这个事情在这场战争中是处于绝对被动地位的。你有多少地面，有多少现代化的重武器，如果你没有空军的话，没有制空权的话，那么这些重武器的自身的安全就没法保障。你从美国进口了很昂贵很现代化的啊什么海马斯发射系统，如果没有空中保护的话，那俄国过来一架轰炸机就给你炸碎掉了，这怎么能保证安全呢？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去对抗。比方说你必须有足够的啊空中的，即使你没有能够保证全部的制空权，你也必须要保证局部的制空权，至少你能够在局部有对抗的能力。那现在乌克兰基本上不具备这个能力。再一个，俄国的火炮它的这个精度很差，打击精度很差啊，装备就效率也很低。比方说啊，美国提供的装备在一分钟内能够打六发打十发，然后三分钟就转移走了。俄国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俄国一分钟只能打五发，可能需要一刻钟才能转移阵地。但是俄国拥有的数量非常庞大，俄国拥有起码超过乌克兰十倍二十倍的这种重武器的装备水平。在这种消耗战中，那就看出来这种量的优势了。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乌克兰在量上这个跟俄罗斯差距太大，所以这种长期消耗的话，那这个就很麻烦。虽然你精度很高很先进，但是你数量太少啊，你一共就进口了啊十几套装备，被打坏一套对你来讲都是很大的损失。可是如果你没有制空权的话，那这个很被动的，因为你根本没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种长期消耗过程中，乌克兰是处于劣势的，它确实需要不断的补充填充血。而现在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对于欧洲国家来讲压力很大，因为欧洲国家它是长期的和平状态，它自身没有多少军备储备。像德国它不是小气，它是真拿不出来多少装备出来。它连续几十年这个国防开支只有 GDP 的1%左右，一点几。德国自己的装甲部队都没什么装备，他拿什么给乌克兰呢？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些东西，要现造那恐怕好几年以后才能大规模提供呢。所以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尚且如此，那你想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呢？谁能拿出来这么多装备呢？那只有美国，欧洲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支撑起这场战争。而且还有个大问题，这个战争这个资金消耗也太庞大了，几乎你看这每天都得几亿美元就打进去，给乌克兰的装备，像过去欧洲这些国家差不多十几个国家啊，给提供的装备估计也就这么有半年时间，我估计就消耗光了，弹药也消耗差不多了，提供的武器装备战损，考虑考虑战损，考虑一下什么，那估计到了七八月份恐怕也就完蛋了。那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啊？但是有一条，俄罗斯能够打胜吗？俄罗斯也没有胜的可能性，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北约这些国家，他绝对不能容许俄国真正把乌克兰打败，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僵在这个位置上了。那么谈判现在有一个大问题，俄罗斯是不可能放弃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这点他这个立场很明确的，他不想放弃顿巴斯，更不想放弃啊克里米亚半岛。那这个乌克兰是不可能
在这种条件下妥协的，那这个跟投降有什么区别啊？乌克兰肯定不会妥协的。那所以这场战争在谈判桌上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个条件对乌克兰来讲那等于投降了，那乌克兰这个屈辱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个屈辱条件。如果这个条件结束的话，我可以这么讲，乌克兰政府立刻就垮台了，那这个任何一个政府不能接受这种屈辱条件。可是俄国坦白的说也没有多到多少后退的空间，俄国怎么会把已经占领的顿巴斯地区归还给乌克兰呢？所以我现在看不到这场战争结束的可能性，除非啊，普京做出重大让步，放弃顿巴斯地区以换取啊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很小。那么乌克兰现在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乌克兰是绝对不可能投降，但是军事装备又绝对不足以打败俄国。如果想打败俄国的话，那最起码乌克兰应该有和俄国相抗衡的整个军事体系，比方说空军能跟俄国打一个平手，或者说基本上能对抗，有一个相抗衡的实力，陆军啊，装甲部队和火炮能够保持局部的优势，现在这些都做不到啊。虽然美国给他提供了一些先进装备，但是这个数量太少，这个不足以影响整个战局，这个需要成体系的，毕竟你要和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的军事体系去对抗，你总得跟他有差不多的比较接近的军事实力，这才可能打平手。至于说你打败俄国，那就应该在局部上你能够有优势，现在乌克兰都做不到这一点。乌克兰最多能够跟俄国打一个平手，就是说在手的手势，出于手势的时候让俄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打，但是呢说能够压倒俄罗斯，现在乌克兰还远远做不到。所以就目前来看，我看不到这场战争的这种前途和结局。在我请教这个陈教授之前，我想 follow 你刚才的问题。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以你在欧洲的实际的观察，欧洲人是不是确实认为欧洲人是比以往团结在对抗俄罗斯？第二，欧洲人是不是确实比较心安一点？我觉得团结肯定是的，因为这个问题他们应该说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俄国真的敢挑起一场战争。这个从二战结束之后，欧洲人已经享受了这种长时间的和平状态，他们已经根本没有想过会有战争。我曾经跟有一个人谈过，说这好像就是欧洲国家内部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伙都觉得根本不存在了，无论为什么冲突都不可能走到战争这一步。这应该说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这种观察，他们的看法。所以你看到欧洲国家，比方说啊，德国、英国，你都看到这个国家，他们都是过去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实力一再衰减。如果啊不是这种战争的话，你看英国从马岛战争之后，英国的海军在急剧的缩减，最后两艘航空母舰其实是准备要取消掉的，根本不想造了。但是因为赔偿的损失比造船的钱还多，最后他们是只好咬着牙把两艘航母造出来了，否则的话他们就取消了，因为赔偿人家造船厂赔偿各种合同损失太庞大了，所以不得不造下来了。但是英国实际上是很勉强的维持这个海军了。至于英国的空军规模也非常小了，英国的陆军部队规模都非常小，完全跟他们在以往的这种国际地位已经完全不相称了，因为他们确实不需要军队，而且国家为福利有那么庞大的开支，他们实在是很难支撑得起，所以让军费能够撑到 2.42%， 这个很难对他们来讲啊，可能要过好几年才能实现。
但是这场战争之后呢，他们确实有压力了。这个另外，如果乌克兰战争长期持续的话，那对他们来讲，财政上也是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个人感觉，这个事情短时间内这种情绪、这种事情的刺激，可能能够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长时间背上乌克兰这个包袱，对于欧洲国家来讲，恐怕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民众时间长了，这个真的到了割肉的时候，恐怕还是很难受。谢谢。陈教授，你同意小明之前的看法吗？是欧洲国家到底能不能够支撑、支持、继续支持，能不能够担负这样的一个这个乌克兰战士的长期包袱？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普京不愿意让步，然后他继续的这个持续的军事行动，那泽连斯基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权位，他不愿意割地来换取和平的话，那俄乌战争是不是小明之前讲的，真的永远看不到尽头？现在这个乌克兰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它困难主要就是已经面临这个弹尽援绝的一个危机了。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个危机呢，他的这个总统啊，泽连斯基他就最近有一个说法呀，他说现在乌克兰呢要对抗俄罗斯在乌东的攻击，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刺针飞弹跟标枪，所以刺针飞弹呢是防空飞弹那么标枪呢是反战车的飞弹，因为现在那个乌克兰呢，他完全没有制空权，俄罗斯的空军拼命的轰炸他们，所以他需要有刺针这种飞弹来做一个防空的用途。那么第二个呢，标枪飞弹，因为俄罗斯在乌东的进攻战车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攻击的这个角色，所以它需要有大量的标枪作为一个反战车的飞弹来使用。那么这两种这个武器在战争的初期美国跟北约国家就供应了17000枚17000枚。那么现在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他每天要500枚。每天500枚，那一个月就15000枚了所以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但是呢可以供给源源不绝的为他提供那么多的这个刺针和标枪那么当然刺针和标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比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还要先进，但是呢这个需求量是无底洞现在欧洲国家他感觉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乌克兰支持是无底洞。这所谓无底洞呢，就是战争持续下去，我们要源源不绝的支援他第一个，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武器可以提供给他；第二个，我们财政负担实在太重这个乌克兰即使被俄罗斯打败，对我们的利益没有立即的影响你说国防安全承受比较多的压力那乌克兰实际上也会战败不可能去把俄罗斯军队驱逐出乌克兰的土地所以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这个评估呢，就是说持久战乌克兰不会赢，然后我们的资源是无底洞然后呢这个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经济民生重大的损害你今天石油问题、天然气问题、粮食问题再再的都冲击欧洲这个欧洲的国家他现在最怕冬天到来之前战争无法结束，那么俄罗斯就用石油跟天然气作为武器来控制它那么俄罗斯撑得过冬天，那欧洲撑得过冬天吗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普遍民意是反对继续这个支持乌克兰，大概90%的国家除了波兰这个深受俄罗斯侵略的一个历史所害的国家，他还是民意还是主张要坚决的支持乌克兰。可是多数国家的民意，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他们的民意都是支持乌克兰到底的
这个主张这种比较少了不赞成不支持乌克兰到底的民意反而升高了。那么这些国家领袖他们的政党或他们本人的权力的来源就是民意嘛。如果民意不支持他们，那他们怎么可能长期挺下去呢？那么现在只是因为必须站在道德的高度上面来做政治上的一个处置，所以他坚决的表示要支持乌克兰到底。那么实际上口惠多于实质口头讲得很漂亮，但实际上的支持就是有限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最重要的武器的供应国还是靠美国呀靠美国这个美国呢对乌克兰的支援确实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积极啊。但是呢乌克兰总统讲了，美国以及这些欧洲的北约国家对我们武器的支持只够我们 10% 到 15% 差得太远了。而且我们的重装备已经损失 50% 以上了。所以这个乌克兰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那么美国欧洲国家的支持能持续多久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俄罗斯不但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乌东地区乌克兰南部，他现在呢开始向基辅做导弹攻击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德国巴伐利亚跟举行七国高峰会的时候俄罗斯就拼命的发射飞弹攻击基辅所以他下一步他控制了乌东地区之后，他应该是下一步呢向基辅地区这个攻击然后逼迫乌克兰谈判那么现在他的基本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就是那两个州不但是承认他是独立国，而且呢他两个州的领土全部被他占领，然后已经打通了通往里海的这个南部地区这个所以俄罗斯他初步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而且他切断了乌克兰对东部的一个后援，这后援断绝之后，这乌克兰的东部就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上所以这个战争呢基本上是对乌克兰非常非常不利，而欧美国家的支持已经出现战争疲劳，所以战争疲劳呢对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在民意不支持，而且经济上损害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现在是通货膨胀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相对于一年以前已经到 8.6%欧洲也到 8.1 了 ,8.1 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可以说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而这个通货膨胀不但还没有歇止的可能，而且各国政府过去从这个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新冠病毒的伤害，他们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所以他现在所能运用的财政工具有限，那么利息必须要调涨，一调涨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会影响投资意愿，会影响企业的收益，也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成长，所以经济衰退是会紧接而来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跟乌克兰战争有关系乌克兰战争大规模的这个这个制裁，然后俄罗斯呢它控制了石油天然气造成价格的暴涨，然后粮食价格的暴涨，这对于欧洲国家是非常重大的伤害而美国马上的启动选举，现在拜登呢声望非常低最新的一个调查他声望已经掉 30% 以下了，支持度掉了 30% 以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何能够挺乌克兰到底他必须先顾自己的民意支持，顾美国的经济，顾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么这些跟支持乌克兰
兰这个利益是冲突的啊，所以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啊，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个我们必须啊肯定他是有积极的意愿，但是是不是有相对应的实力和持久力、耐力，就是大大的问题了嘛。那么这个情况是对乌克兰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呢、啊，应该来讲啊，应该来讲就不会持续太久啊，因为乌克兰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它后勤的支援力量啊是越来越分散啊，越来越薄弱啊，所以它乌克兰的总统那天跟德国、法国啊、意大利啊总理会面的时候，哎。就表现出一副臭脸啊！这个为什么故意在镜头前装臭脸？哎，就是这些国家可能是来啊，这个跟他沟通啊，施压、啊，要这个以土地换和平啊，他不能接受啊，诸如此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处境呢，可以说非常非常艰困，他的在战场上的啊，如果继续啊落居下风，他在谈判桌上面就可能是啊。完全要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嗯，这个是下啊，过一两个月啊，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嗯，小明先生，如果看到陈教授刚才提到这种战争疲劳以及民意的不太支持，加上这个军事开销的这个财政的压力，欧美现在面临通膨啊，那这个拜登提到的这个五年6000亿呢，那资金要从哪边来呢？你觉得可以顺利的达成目标？比较难，这个并不容易。当然，毕竟这6000亿对于这工业强国来讲呢，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对，没错。这数字本身并不是特别大。那么未来这些年的话呢，应该分开的话，应该钱并不是太多。但是确实也存在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讲这个问题里边，它这个钱，并不是这种拿出来做捐款。的啊，它是做投资的，所以这个呢，它是有经济回报的。这个里边不一定都是这种啊政府的拨款，所以这个里边有这些问题。总体来讲的话呢，我想从这种政治导向来讲，它可能会引导一下有些比方说政府的主导的，但是真正的投入的。可能还是靠什么各种企业的或者其他的这些方面投资，这点我想应该问题不会太大。但是我就刚才我想说一点，就是说目前这个乌克兰这个局势和欧洲的关系，现在的话呢完全放弃乌克兰，那么在欧洲国家来讲，它可能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里边毕竟现在这些国家对俄国已经失去信任，他们不会再相信俄国的任何承诺，俄国的任何说法。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了，欧洲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回到原来的状态，那么还会拿出很大的力量来防范俄国。昨天北约宣布了把这种紧急战备部队从4万人提升到30万人。那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如果说4万人的话，那实际上是一种预备啊，一种防范。但是提升到30万人这种规模，那实际上就是在已经做战争准备。嗯。在欧洲国家部署30万紧急军队，那这个事情规模，这个太危险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预防性的了，已经是在做战争准备了。我想这是直接针对俄罗斯的30万军队，俄罗斯足以给俄罗斯发动一场战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欧洲和美国和北约是不可能轻易的让俄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啊！如果俄国以顿巴斯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为战果，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我想
对于整个欧洲，对于整个北约，绝对是一种耻辱。我想这种耻辱，欧洲国家和北约是不会轻易的接受的。所以呢，这是我对这场战争目前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终结的一个我的这种判断啊。谢谢。所以看起来实在是太错综复杂，我们找不到一个最完美的这结局。我个人看目前看不到什么太完美的结局。就是说目前欧美和北约他们也很难把乌克兰短期内装备起来能够跟俄国构成这种对抗，毕竟两国家的实力悬殊太大。但是呢，让俄罗斯以获得顿巴斯地区为战果结束这场战争，我想对北约、对欧洲国家都是耻辱。这个有点等于强盗逻辑嘛。啊，我认为这个地方可以独立，我认为它可以解放，就解放了。那这个事情如果俄国在另一个国家再抛掷，这事情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从经济上确实对欧洲来讲，这是支撑这场战争确实负担很重。但是如果容许俄罗斯这么个侵略法，俄罗斯这个国家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下一步会不会对其他国家再开战？那这个事情会让欧洲太难堪了。如果真的再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那怎么办？所以欧洲国家这个事情也摆在面前，也是很对于欧洲的政治人物来讲，这个是必须考虑、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对于欧洲百姓来讲，花钱嘛总是难受，自己的钱，这么花下去，而且没完没了，没有终点，无底洞，填下去也确实是个困难。所以这里边需要一个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我想是很难事情。陈教授，你对那个小明之心的刚才的这个评论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另外就是拜登提到这个五年6000亿啊，这金额不是很大，到底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是不是亚洲啊？国家为开发中的国家东协是未来这个拜登想拿这个东西来跟中国一带一路来较劲。首先乌克兰战争我认为不会持久战可能是很快的这个俄罗斯取得军事上的一个绝对优势之后，他就会逼迫这个乌克兰来谈判。那但是呢，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会长期化、持久化那么北约现在已经警觉到非布置强大部队和这个精锐的武器不足以防卫俄罗斯对他们的可能的攻击所以他们的这个彼此对立和对峙会长期化那么至于拜登最近提出来的所谓6000亿这个全球基础设施和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呢一般人不看好，主要的就是说，那么拜登已经非常清楚的讲明了，这个不是慈善也不是一个援助，而是一种投资。那么投资一定要有利可图否则谁来投资呢？而且政府所能拿出的基金是有限的，必须仰赖大量的民间投资，而民间的投资从美国到欧洲一样都是有利可图才去投资嘛。那么今天中国大陆搞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拿出6.6万亿出来，很大一部分是靠它的国营事业这国营事业本来就是很多是做基础建设的，所以他在什么港口的建设铁路高速公路这些机场的建设，很多是中国大陆的国营事业出来做。那他们出来做当然是可以不完全考虑商业利益，有国家的政策目标驱使他们必须去做这些事情。而今天做这些投资很多很多都是
这些国家举债，然后还不出债，还不出钱来啊。所以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上损失非常非常惨重啊。美国还说他是什么债务外交，其实他有苦说不出啊。啊，这个比如说一个港口，哎，你要我这个来建设，然后你又拿不出钱来，那我借钱给你，然后我把你建设好，最后你没有钱还我，哎，这个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嘛。那么这个是中国大陆国营事业，他不得不配合政府的政策去做。那美国呢，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呢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企业会配合你政府的目标，哎，死老本，不做风险评估啊，然后哎，这些国家明明知道他们举债没有偿债能力，你也去做吗？所以这个拜登啊，这样的一个倡议基本上啊是这个做姿态，或者是啊他做一个局部性的一个促进，他不可能跟什么一带一路对抗，一带一路已经搞了快十年了，搞了九年了，他已经投资到6.万亿，那拜登所提出来的啊，他要投资人民币来讲就四万亿，那四万亿啊，大概三分之一美国承诺出，让其他的这个欧洲来想办法。但是呢，你拜登可以连任吗？你甚至其中选举参众两院被共和党掌控之后，共和党会支持你这个预算吗？这也是大问题啊。所以拜登他本身政治基础就不稳固，所以他那么大的承诺可以落实多少是非常大的疑问。而且美国的国债已经到达30兆美金了，30兆多啊。那欧洲国家经济好的有哪几个呀？英国现在惨兮兮啊，英国经济非常，尤其脱欧之后经济很惨。那德国现在加强军备啊，那么他而且他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变坏，他的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啊，这天然气啊，成本也大大的提升嘛。这些国家有多大的能力来支持拜登的全球基础与伙伴关系的计划啊？而且呢，很重要的这些企业配合程度如何，大有疑问啊！所以这个一般人都不看好啊，都不看好。而且你的目的是对抗“一带一路”，基于对抗，而不是基于你这个经济效益所规划的计划啊，通常都不会有好的这个发展。嗯，小文基金有没有想补充的？没有没有，我觉得陈教授讲的非常精彩，很好，我很赞同。好，谢谢这个没错啊。拜登有他的想法，但当然美国希望选举马上到了哈，到底对这个整个基建计划的影响呢，到底会有产生多大的冲击，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不过拜登总提出来在 G7 里面，大家风风光光大家坐下来谈啊，这个感觉上蛮团结的啊，事实上也是希望能够团结一致哈，也达到了拜登所要的政治效益跟外交效益。好，谢谢这个陈国强教授，谢谢小明之心，谢谢所有民进观众在刚才在我们的打赏啊，还有这个支持，还有按赞转发，也谢谢你们长期关注我们中国研究院。我们今天提到了拜登提出了全球基础建设以及投资伙伴关系到底跟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提到了大陆公务员可能要降薪，这个降薪风波会不会持续的扩大，从江苏、浙江、上海一直扩大到别的地方，那到底中国人移民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多。最主要提到二十大的一些政治跟政治效应，还有一些人事的安排，当然王晓红上了公安部之后怎么样帮助或者是协助习近平稳固他的这个权力。好，谢谢小明之心，谢谢陈国强，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研究院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 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